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晴雯。这几年有好多的歌手或是团体都推出了授权手游，不管是经营向的策略模拟，或是粉丝向的角色扮演。如果有我喜欢的偶像团体推出了游戏，那我一定会始终支持疯狂氪金的啊！明年就要迈入成立十周年的乐团 HoneyWorth， 在今年八月底就针对十周年的相关计划做了重大发表。除了第五张专辑、现场巡回、漫画连载等活动做了宣布之外，也预告从今年冬天开始到明年2020会有许多令人高兴的活动。就在日前 ，HoneyWorth 宣布将推出全新的节奏音乐手游，预计收入众多知名歌曲 MV， 像是《告白预演》，现在稍微成了话题的《神明》，《世界都坠入恋爱之中》，《掩饰害羞思春期》等名曲，在游戏中让玩家们挑战并体验 HoneyWorth 的独特音乐魅力。事前登录才开放两天，就已经超过10万人次参加，果然人气乐团的实力不可小觑。游戏预计明年春季上市，事前登录活动则会开放到游戏上线前。喜欢 HoneyWorth 的粉丝们，不要错过这个领取好康的机会哟。